你看见没有？这个牛，看见没有？这个牛，这牛的乳房哈，配了4次的牛，我居然发现它的乳房下垂了，呵呵，什么意思？这头牛啊，搞笑啊！有哪位大师来教一下？那头牛配了4次，也就是那时候我们说那个石婆说不会生的，但是配了四次之后，现在才一个月都没有，它的乳房下垂了，慢慢的变化了。乳房有变化了，牛了不可能是一个月、两个月啊、3个月的，它是最少有半年之后，这乳房才有变化的。这个怀孕的母牛。啊，为什么还会发情呢？这真的是哪位大师解释一下？这个牛，不知道啥意思了，还得观察观察，看看是不是有可能说怀上去了，然后又发情，会不会有这种情况？或者假发情是吧？然后配的害得我们又配种，不知道啥原因。所以早上过来换装挺热的哈，这个现在外面的话呢，就有6头牛。其他9头的大牛的话，都昨天赶回牛棚了哈，因为要换地方。这个早上先把这6头牛搞完，然后再去搞那9头牛。那9头牛的话呢，等一下要找一个工具，找个运输工具，把它给运出去。这个如果一头都去拉的话呢，太麻烦了哈。搞个运输工具直接拉过去装一下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别的也没啥，反正这样子轻是轻松一点啊。包括这几天这个牛的话，基本上都已经。习惯了，你看，这吃草的都比较习惯了，装也装习惯了，这3天都没有出过牛鼻圈了，这个牛基本上就是已经顺了哈，但是还要放到了一个干燥的地方，因为这样的话，这个绳还是比较容易啊，不容易那个踩住怎么样子哈，所以的话呢，还需要多观察一下这啊，也就没别的，搞了9头牛，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装牛神器，焊了个架子。这个牛啊，走来走去不方便，这就是我们的装牛神器还没完成。最后还差一个篮板，正在焊一个后面的关牛的，就已经完工了。最后一点点完工。KO。先试一下，这个车都是活动的哈，这个都可以拆卸的，全都可以拆了的。这个都可以拆。不用的话就拆掉，是这样子，用的话就装起来。大股东检查一下，后面的会烫，这个早就焊过了，不会烫。看你摇一下，还行吧？可以。装牛。搞点那个道杆上去，这牛就不会打滑了。这是刚换的，上了挺好上的哈。在。他没三冠不敢上。这，哎，小心，这，这，笨的呀，这。不上，不敢上。抬腿啊，还跪上去，这。你到前面拉一下。这。这。你到前面拉。这。去。这不是杀你，傻逼啊你！走，我坐习惯车，这我人下来他才上去，我真服了。再见，这，他是不敢上去这个牛，知道吧？再拉一下，走啊！可以，他自己有调整，就绑在那里，看把你吓的啊！这个卸车刚好这一个坡度，就卸在这里啊！这里多少草啊？全都是草这里啊！好好吃哈！装2头牛太重了，3头牛刚好，2头牛会这个重量会往后一轻一轻。到了这个田埂上啊，卸牛就更好卸了。走啊！你干啥？妈的，傻不愣登的你。